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、下个不停啊，下个不停啊，好无聊啊。就是啊，空手皮看招。啊，好痛啊。对不起啊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就是呀，在教室里打来打去的，很危险的。这也没有办法呀，外面在下雨，又不能出去玩。那就可以在教室里打闹，给别人添麻烦吧。嗯，你们怎么了？最近一直在下雨，不能到操场上去玩，我能理解你们。但在教室里玩决斗士的游戏是很危险的。听见没？去，不能在外面玩的这种时候，正是看书的好时机。这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，趁此机会，同学们选一本书看看，然后写一篇读后感吧。看书我倒是不讨厌，可是还要写读后感，这就太麻烦了，对吧？说的是呀，一边看书一边还要考虑看完之后要写些什么东西，真是一点乐趣也没有。真希望能在图书馆里借到什么好看的书啊。啊，野口同学，你也借了书啊？嗯，这你们两个好像来晚了点了。好看的书全都被别人借光了。因为老师布置了作业，所以大家都来借书了吧？怎么办呢，小玉？前些日子我妈妈给我买了本书，那么我就决定看那本书吧。有了，我也让妈妈给我买一本，反正是为了完成家庭作业。妈妈再小气也会帮我买的。不行，这可是家庭作业哦。就算是家庭作业，也没必要去买本书吧，去公共图书馆里借一本。那儿的书可比学校图书馆里的多哦。哎呀，丸子啊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准备去图书馆找书看。哦，下雨天去真是难为你了。这样吧，要不爷爷陪你一起去？真的吗，爷爷？这里果然好大呀。在这里应该可以找到本好书。是法国料理的书，这样的书学校里可是没有的哦。看上去好好吃啊。这是什么？居然是蜗牛，这个也能吃吗？真是难以置信的。丸子啊，怎么样，找到你想借的书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开始找。爷爷麻烦把这本书放回去。好。看上去很好吃。到底哪里有什么有趣的书呢？书太多了，都不知道选哪本。这本书很薄，看来很快就能读完。等等，你给我站住！藤木，那本书明明是我先要拿的，你太过分了！谁先拿到书就归谁。可恶！给我站住！去哪儿了？
藤木同学，找到要看的书了吗？这书还真薄啊。这本书应该很快就看完吧？我记得这书是讲一只卑鄙的蝙蝠在鸟群和野兽之间来回穿梭，想和他们成为好朋友的故事吧？卑鄙的蝙蝠？怎么会？真是的，藤木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王伟同学。哎呀，是鹰同学啊，能在这里碰到你真是太稀奇了。老师不是布置了作业让我们写读后感吗？所以在图书馆里遇到我很正常啊。哎，这些书都是你借的？直截了当说，你判断正确。哎，好像有的书很有趣呢，那个能不能让一本书给我呀？尽管你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但是我不能答应你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准备从这些书里面挑一本最有意思的写读后感。哎，难道你想把这些书全都读完？我作为班长，为了在班级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做这点事儿是理所当然的。哦，做班长还真是辛苦啊。那你还是好好努力吧。觉得时间仿佛比平时要过得慢呢。啊，什么？爷爷，你真是的，快别睡了。丸子，爷爷已经吃不下了。爷爷，你在说什么梦话呢？来馆的各位朋友们，本图书馆还有5分钟就要关门了。我要找的书还没找到呢。就这本吧。鹰同学，是野口同学啊！图书馆就要关门了，快一点找到书比较好哦。再见。丸子啊，找好要读的书了吗？嗯，算是吧。啊，太好了，那么咱们回家吧。嗯。回去时不要遗忘随身携带的物品哦。你怎么了？突然一下子叫起来，吓了我一大跳啊！我把这本书读完了，到最后故事还没有结束呢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下册继续。你呀，这本不是上册吗？故事当然只有一半了，没有下册吗？我又不知道这本书还分上下册，所以只借了这一本回来。真是个冒失鬼。怎么办呢，姐姐？我才看了一半，没有办法写什么读后感了呀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也没办法。谁让你粗心大意的呀？姐姐，姐姐，这本书你读过没有啊？红头发的安妮，告诉我后面的故事。你突然让我说，我也想不起来呀。怎么会？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，到睡觉的时间了吗？妈妈读过红头发的安妮的故事吗？好像小的时候读过这本书。这本书的结尾是什么？结尾？结尾是什么呢？安妮是不是成为了学校的老师了呢？奶奶看过吗？奶奶可没有读过那些外国人写的小说哦。是吗？喂，你不问问我吗？哎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真是的，怎么办呢？读后感。第二天，对了对了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你昨天读了什么书啊？我看了《红头发的安妮》。哎，那个故事是非常感人的。哎，小玉，你已经读过那本书了？嗯，那本书里的安妮和戴安娜不是很像小丸子和我吗？没错啊。如果昨天晚上打电话问小玉故事的后半部分就好了。我真是个大傻瓜。不过马修的死让人觉得好难过哟，我当时一边读还一边哭了呢。哎，马修后来死了吗？是啊。不过最后安妮和吉尔伯特和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对呀。小丸子。
丸子，你没认真看呢。原来故事是这样的，我写的读后感是安妮把吉尔伯特打得鼻青脸肿，然后一直和马修幸福愉快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怎么办？现在重写也来不及了。啊，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念一下他的读后感吧。请谁呢？万一我被选中了怎么办？上帝呀，请一定要保佑我不要被叫的。老师，王伟同学，请。我昨天一共读完了5本书，现在我想把我认为在这些书中最有趣的一本的读后感念给大家听。哇，太好了。上帝呀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我读完了。好，谢谢王伟同学。那接下来英同学，请你念一下。上帝呀，你果然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呐。小丸子，这读了也是丢脸，不读也是丢脸。小丸子心想，还是干脆说自己忘记带作业好了。书上写着魔法，说是把自己的心愿写在橡皮上，不让任何人碰它，自己用完的话，愿望就会实现的哦。什么？这本书不是我的吗？是你的呀，对吧？真厉害，橡皮的。你给我住嘴！你为什么一直随便乱看别人的书啊？啊？有什么不好吗？当然不好了，因为你每次看完书以后，书上都会沾着很多零食的碎末。哎，是错觉吧？啊，是吗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呢。啊，等一下，就那一页，就看一下橡皮的部分。不行，要等我看完以后。借给我吗？你要干嘛？橡皮，不看一下下了。吃饭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吵架。你们两个人这个星期天不是要一起去静冈县的商场吗？不是说好要一起去看摄影展吗？要好好相处。哎呀，姐姐，秀树在等着你呢。我呸，秀树才不会喜欢这种小气鬼呢。哼，谁是小气鬼呀？哎呀，姐姐，你感冒了吗？只是稍微有点咳嗽。你不要紧吧？嗯。挺难受的样子啊。我看星期天你还是不要勉强去的好啊。不会吧，我还想去吃商场饭店里的儿童套餐呢。我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不行不行，如果病情加重了那可就糟糕了。等姐姐病好了，我再带你们两个人一起去。人家都盼了好长时间了，这个都是你的错，姐姐。什么嘛，哼。第二天。哎，橡皮的魔法吗？而且好像很管用哦，别人已经尝试过这个魔法，把经验都写在书上了呢。他说实现了什么样的愿望呢？那个嘛，我看到一半，姐姐把书给抢走了，害我没看完。真是个坏心眼的姐姐，都跟她说了，只要让我看完魔法那一页就好了。你看那不是小丸子的姐姐吗？你姐姐上不了体育课，只能看呀。感冒好像很严重呢。写了什么愿望呀？能实现就好了。谢谢，我会努力不让别人碰我的橡皮的。但是，借一下你的橡皮。停！什么嘛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老师，我忘了带橡皮，想问小英借，可是这家伙是个小气鬼。小气鬼，小英是小气鬼。大家安静，冰淇同学，说自己的朋友是小气鬼是不对的哦。知道啦。英同学也应该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提供方便哦。是，对不起，小丸子。喂、哎。小丸子，你还是把橡皮收起来比较好。说的没错。不好意思啊。我说，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？小丸子，橡皮。不许碰它！你干嘛呀？我是想捡起来还给你。你这家伙还真是让人生气。小丸子，哎，总算能够回到安全地带了。丸子，能不能把橡皮借我？我今天看到电视上说，橡皮能把墙上脏的痕迹都擦干净呢。真是的，你放过我吧。丸子啊，他怎么了？是因为橡皮的魔法吧？魔法？只要把心愿写在橡皮上，自己一个人把它用完的话，那么许的心愿就会实现了。许的心愿？丸子啊，居然还在魔法那一页用彩色铅笔划上了记号呢。真的？他还一直随便用我的彩色铅笔，我明天去学校还要用的，现在被他用的都只剩下一节了，我能去买新的吗？真是没办法，你去买吧。愿望啊。小鱼，你好。姐姐的感冒还没有好吗？谢谢你啊，不过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小丸子他呀也很担心你呢。会吗？那个小丸子啊，满脑子都是什么魔法。才不是这样的，那个魔法是他为了姐姐你才放在这里就可以安心了吧。哎呀，还是算了吧，放在身上比较好。丸子啊，干什么呀？爷爷，不要吓我。你可真见外呀。是什么？你有什么愿望，为什么不和爷爷说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这块小小的橡皮比我这个爷爷更加可靠呢？可靠才不是呢，这是魔法。爷爷也能帮助丸子实现自己的愿望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爷爷，你帮不了我。不行的，不行的、不行。听好了，爷爷，千万别碰这块橡皮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愿望。我知道了。我吃饱了。哎呀，就吃这么一点吗？饱了。怎么了，爸？垂头丧气的。我没什么。对丸子来说，我这个人还不如一块橡皮来的有用。又来了。丸子，你是不是又对爷爷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了？没，我才没说呢。姐姐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。哎呀，咳嗽还是没有完全好啊。愿望能实现就好了。小丸子，妈妈叫你去洗澡哦。拿去吧，我把这个借给你了。哎，你已经看完了？看了一半，不过你可以先看呢。真的吗？耶！姐姐，我做了葛粉汤，你要喝吗？咳嗽怎么样了？好的差不多了，喉咙也不怎么疼了。哎，好了吗？虽然还没有完全好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万岁！小题大做。可是真的要谢谢你啊，小丸子。丸子，你的电话。这么晚打电话是有件事放心不下。哎，怎么了？其实是关于橡皮魔法的事。哦，怎么了？小丸子，你不是在橡皮上写下了心愿，希望姐姐快点好起来吗？我把这件事情跟你姐姐。哎，我没许那样的心愿啊。哎，可是你不是看上去很担心你姐姐的病吗？事情不是那样的。不是吗？
我以为一定是那样，就把你的愿望告诉了你姐姐的。小玉刚刚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去用吧，新的彩色铅笔，今天刚买的。谢谢。啊，这么温柔的笑容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糟糕了，这下子。小丸子，是你想喝什么吗？我帮你去拿。太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哦。怎么办呢？姐姐对我这么温柔，万一被她知道了我的愿望和她没关系的话，她会把我怎么样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只要重写就可以了。牛奶和果汁，你想喝什么？哦，不能看。我都知道了，你不用那么害羞的。什么？想去商场？不是这样的。商场？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！原来是想去商场啊，丸子啊，你拜托橡皮还不如拜托爷爷。但是爷爷，你不是说姐姐感冒没好之前不带我们去商场的吗？所以你才会担心我的感冒好没好吧？我就觉得奇怪嘛，真让人失望啊！你怎么总是只考虑你自己呢？对不起。爷爷，作为惩罚，最近请不要带他们去商场了吧。真是小笨蛋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带我去商场嘛，好不好嘛，爷爷。真为难啊。结果都是因为能实现愿望的魔法，反倒让小丸子没有实现愿望。梅雨季节，英家洗的衣服都没干，家里弄得一团糟，学校的七夕节装饰被雨淋得湿漉漉的，无意中捡到的许愿纸上写着一个很奇怪的愿望，这到底是谁写的呢？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侦破七夕节之谜和体操服大危机，敬请期待哟。